让我们的神是呢坐着为王的神，我们要来仰望他。无论我们世上有多么的动乱，有什么事情发生，我们要记得我们还有在天上还有一个坐着为王的主。所以今天来我们来到神的殿中来敬拜他的时候，我们要来仰望他，要知道我们所敬拜的是那位掌权者，掌权的真神。所以这个时候我们来低头来做祷告好吗？来预备我们的心。亲爱的父神，我们今天来到你的圣殿中，为了就是要来仰望你，高举你的圣名，主，让我们看到你是那坐在宝座上的掌权者。不论我们周围发生什么事情，主，让我们信心坚定于你，让我们继续仰望你，让我们心不要动摇，因为我们知道主，你掌管我们生命中的一切。所以主，当我们来敬拜你的时候，主，你知道来的弟兄姐妹心情怎么样，求主你来在他们的心里面工作，让我们每一个人能够领受到主你的同在，能够把自己交托在你们手中。我感谢你，将祷告奉主耶稣的名求。让我们站起来好吗？唱这首歌。主耶稣you、oh.
信。当我们惧怕的时候，主来怜悯我们，帮助我们，来仰望你，让你的平安进入我们的心，让你的圣灵赐给我们，从主你那里出乎意外的平安。主，让我们每天都来到你的宝座前。你的圣灵如江河一样来流入我们的生命，在你宝座前有一道生命水流，我们今天来谦卑等候你领受，在你同在中有满足的喜乐，
赐给我们力量。
有些人乏闷的时候，
时候，当我们在唱这首歌的时候，让我们来亲近我们的神，让他来充满我们。我的心渴慕你，如露渴慕溪水。我的心仰望你，我思念说让我寻见你，领我进入你怀中，让我陶醉在你同在里。我的心渴慕，我的心渴慕你，如露十字架上，